陈碧斯一战十一日飞往美国度蜜月，不管到哪都会被路人目击抛出捕获照，可见两人超高人气。28日，他们结束长达两周的蜜月旅行，从仁川机场入境，吸引大批媒体接驾。陈碧斯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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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机场外，两人抵不过媒体要求，贴心同框合影。陈碧更大方搭着老婆的肩，司仪真田搂老公的腰，为蜜月之旅画下完美句点。